我们常这样来形容夫妻的关系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啊修得共枕眠。能够结法当夫妻是有很殊胜的姻缘，但是呢，相爱容易相处难。那么夫妻的相处呢，其实有很多的磨考还要学习的。我们可不可以学习互相的包容，不要互相的埋怨，当背后呢支持最大的力量。